In this edition of the Game Makers series, it's the story about a snowboarding fan who was exposed to the sport at the age of 40, for the first time. But he says that his job in the future is to introduce winter sports to more people. 加量个夜茶。 Come on! 斌哥是一个非常爱玩的小老头。第六名，我们的老朋友十八号张亦兵，斌哥。目前来看，他绝对是八卡级人物。我叫张亦兵，这个新雪季，也就是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将迎来自己60周岁的生日。在这个年龄，还在训练单板滑雪项目中综合能力最强的坡面障碍技巧。 其实放眼全世界都是极其少有的。我接受单板的时候40岁了，从此就是一发不可收，20年。我们那个年代小的时候，冬天我们是在外面玩的，滑滑子、滑爬犁，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吧。 绑在脚上，一脚一蹬就走了。我从小到大，我一直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但是最后落在这项运动上，就是因为这项运动太可爱、太值得大家了解，去学习、去感受它了。哎，为了这一个雪季能够玩的既开心又安全。 准备工作是非常之要的。光觉得这个要求，你的腿部的力量和你身体的协调、核心的稳定性特别高。有一句话叫“自律给你自由”，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一个月不练对手是。我是一个短途候鸟，非雪季呢，我就是地道的长春市人；到雪季呢。 我就变成了地道的吉林市人了，就是为了滑雪。滑雪呀、啊，是一个季节性的运动，以小时计的，这样才能享受稀有的这个雪。你会回到大自然，你会在冰天雪地非常壮美的世界里驰骋。 带领更多的人走进冰雪，我觉得这是我未来应该做的事儿。我特别关注，因为太为他高兴了。苏翊鸣完成了个人，也是中国单板史上首个反脚外转5周1800度的动作，达到了世界顶级选手的水平。能进的比赛，就算是你完成今年奥运会的任务，但是他如果必须要站在零点台上，是我们。 从小看着他长大，一起滑雪，甚至我带着他出去玩的这么一个孩子，苏翊鸣，你不用要求他练，从小就练。那时候好像就是5、6岁那样。我是眼看着他第一次做在雪上做前空翻。其实那个苏翊鸣到哪一步，他长大都非常了解。阶段，我们都非常关注。我既然热爱，我为什么不叫更多的人去热爱，更多的人去了解呢？ 打败恐惧，奥利给！在雪季的时候认识的，在雪季上就看这孩子，天天没有人带，外婆不会滑雪，就天天守在外面。认识了贝贝之后，就是觉得能帮一点，叫孩子少点危险，少走点弯路，然后能进步更快。来，加油！ 无论是贝贝还是这个国家队的苏翊鸣，他们的共性：独立、勇敢、懂礼貌，不怕困难，更不怕跌倒。滑雪能改变你的生活，能改变你的精神状态。单板对于我来说，就是自信、充实，还有年轻。